带我去你家，你图谋不轨哦、喔欸。不是啦，是我前男友，他就把东西放在我家那个很高的柜子上。前男友，前男友啊，很高啊，不会垫脚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是垫起脚尖，哎呀，拿不到啊。哦，听起来好可怜哦、喔啊。我说你刚刚说垫起脚尖，哎呀。对、啊，垫起脚尖，哎呀。那我们欢迎下首歌，垫起脚尖爱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垫起脚尖爱，就是圣诞节快到了嘛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对象，然后可以一起过圣诞节。然后如果找不到的话，也许垫起脚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人。对。
了。